我是不能用毒了。对，玄木如果挖到抖 S 的东西，这就不晓得了。玄木啊，不要靠近我啊！哎，怨灵升天，怨灵升天，二零，有闻到吗？2020无法加一了，好强啊！好扯哦，这游戏很简单，就先查200就对了。先查再说。我200也会输啊，是不是？喊话一下那个，等一下，我跟你讲，三个狼，掘墓者叛变了，掘墓者叛变了。哦，我知道谁了，好坏哦。因为我刚刚不想讲，就是因为第一个死的是狼，如果掘墓者过去的话，他就变成狼了。对。我正想喊话节目者，你可以去当女巫啊！你已经变心了，节目的你可以继承我啊！单挑，对啊，单挑。我看到三个穿衣服的，哇！怨灵没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只要跟狼对决就好了。哦，没有对耶。黎叔什么啊？黎叔，我村民啊，没有村民了耶。没有节目者，节目者啊，那出来啊！他叛变了。他好像在中间，好像在中间。对对对，我在中间。等下他很抖 M 呢。对啊。怪的，没有了，怪怪的。哦，好烦哦。不是啦，不是啦，我来帮你们放点 buff。哎，我换位置，你这个错了吗？不对，哎。你用错了，你用错了，你要再想一下哎。你这个没用错，用对了。还行吧，这位置。还行。我不知道我被跟谁换，他换到一个好偏僻的地方哦。好偏僻的。繁星是好人，繁星是好人。小雨呢？不是人。猫猫，你是谁？猫猫。可是你都没有想要唱的感觉，怪怪的。啊，又没有人走到我旁边，我怎么要唱？我要冲出去唱歌吗？突袭演唱会，唱歌都唱。小雨说的是什么？小雨说的是什么？不是人鱼啊！不要，小雨是狼啦，我是人鱼。我才是人鱼。我觉得他唱的比较好啊，小雨。不是，他不唱哎，他只唱哎。小雨蚂蚁迪叔，小雨蚂蚁迪叔。小麻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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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没有看到在哪？没有，没有。我把你们看到人，而且他这个跟在你屁股后面走。我阿坚，我阿坚没了。哇，没得吃了！这么高，怎么可以跳过？现在这版本不是都不用演了吗？哇！迪叔不演，而且我们哇，迪叔，可是如果他一开始是掘墓者，他有可能是抖 N， 然后变成狼，那会是怎样？对耶，不好说，也有这个可能性哎，对呢。因为他以前就是抖音，不会是坏人方，不然的话，他跳下去了，他跳下去了，就不行了。抖S还在吗？是不是要突袭演唱会一下了？我看哈，迪叔是什么？四个狼人。哎呦！唱歌团团团，他下去了。来，团团唱。Never gonna give you up。啊！抱歉了各位，亮晶晶的各位，三狼啊，就是掘墓者变狼啊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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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啦，掘墓者坏掉了，方法没事方法没事，我们一起弄他，我们一起弄他，带罪带罪，好蠢，被拉走了，我每次都会发发。丢到最远，你是拉谁？你是嗯，拉到狼了啦！我拉到狼，还可以拉到狼哦。对对对，你拉到小雨，你很棒，你很棒，你很棒，没事没事，跳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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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天，跳过白天，小雨就可以出局了，睡啦！我很受到人，我一直被他拉走，一直拉走，一直拉走，才拉一次而已。哇，六六六，哇，六六六。哇塞！哇塞！哇，
战争，战争，你一直打，一直打，哎。狂拉猛啦，蚂蚁也是狼人，环抱，这算他们两个环抱。那我的罗夏，是苏麻吗？对，苏麻，苏麻组合，苏苏麻麻，苏苏麻麻，来过来让我苏苏麻麻，快快快！什么鬼？我哪里？我哪里？快！哇，这个麻很凶，这个麻很凶。哎呀！你就是大蚂蚁姐姐，找不到人头好看。大蚂蚁姐姐，蚂蚁。回头，回头弄他，回头弄他，中间，中间，中间。繁星小心，繁星小心，繁星瞟他，瞟他。屁股了，别啊！我觉得我很聪明吗？繁星，你拿刀吗？拿刀啊！我也拿刀。那在这附近。不见了。后面，后面，旁边，那边，那边，河旁边，河旁边，过桥了。哎、欸，你可不可以叫一下？对不起，给我们一点准备嘛。对啊，好的好的，没问题，等一下肯定叫。哇哇，他们又在跳，又在跳过了，你们有办法吗？哇哇，发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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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先溜了。发跑发跑，躲起来躲起来躲一下。我先溜了。有八秒，八秒加无敌。那我看一下哦，二零什么？二零怎么升天了？二零怎么升天了？好坏，被你害耶！被你害！我要被包围了，我可以换下吗？你用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。好，哇！我觉得你是可以想一下啦。让我用哎！还要还要！我们说后面那只啦。是个司机，是个司机了。可以想一下啦。你要被包抄了！你被夹了！你被夹了！确定的，你要确定的。你要确定啊！Oh, 拜托拜托，哇，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！他是无敌吧？我是预言家无敌。哦，你但是，是撑下去，撑下去。了，我都有办法放，让某个人持续的升天。可以啊！哇，很会游，很会游！哇，这个好刺激，这个好刺激！No， 在追啊，在追啊，在追啊！游泳没办法哎，我根本人鱼哎，我哎，跳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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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跳到了，跳到了，跳到了！好强啊！好可爱，哎，迪叔，迪叔是不是不会游泳？完了，完了，加油！直接晃过他，好可爱，太假！那加速在游泳真的是完全没有那个，对，狼因为狼会加速啊，所以游泳就对了。嗯，大蚂蚁姐姐，好可怜，剩我一个人了。那我再看一下，那个怨灵，怨灵，怨灵是弄到了，找到了。哎，迪叔，你应该杀掉他了。哈哈哈！哎呦天哪！怨灵一场被超度三次，我还是去。每次都杀他，你很有游戏体验的，我的天，很不错的。对啊，一直 Q 到你耶，真的。好开心啊！你拉的话是把他拉过来。好，我换了。哎，你拉他了。哦哦。你拉，你把狼拉走了。你原本在哪？我原本在河道，河道，河道，河道。大蚂蚁姐姐。哇哇哇！大蚂蚁姐姐飘他，飘他，飘他，繁星。飘他，飘他，繁星。哎、欸，你们在哪里？爸爸，你迷路了。繁星有看到他吗？哎呦，水下，水下那边，河道水下，繁星被漂了。哦，我看到了，阿娃，阿娃，对对对，这里就对了，这里就对了。不要这样，你们死了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哎、欸，这位卡住，这位卡住。卡住。你没有飘，没有飘他，没有飘他。不是啊，为什么不飘？是因为。我是抖刃，可是为什么会有票人剑呢？啊，所以还是有。可是你砍他，你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哎，你有票哎，有哎，就是有，所以我才一直没有按呢。对哦，没有，那有可能他更新就是抖刃也有办法票人啊。哦，那这样其实很强。对，所以我不想赢得很。所以要知道，原来这样子就知道了，抖M也能票人。哦，有，因为他就是没有说抖M没有票。哎，那说我们狼人全部票你就好啦。抖S怎么没有？抖S没写，而且我刚刚完全没职业。抖M就真的是抖M哎，你就抖M就职业嘞。我是一个职业，他只有一个职业。真的假的？所以抖M现在变成职业了。
对，没有狗意识，所以、哦、完全没有，所以刚被拉，我整个很无助、嗯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了，现在抖 N 抖 S 变成主职业了。哦，对，所以刚刚这一场没有抖 S， 因为我们职业比较多。哦，职业比较多，人比较多。对，那抖 N 现在就会变成是他是主职业，然后没有其他技能，嗯、可是他也可以票人。还可以骗人，对，天哪，哦，那重点是刚刚有 S 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啊，没有，没有。我们职业比人多。啊对啊，啊，刚刚有人那个变成狼啊，怎么还输啊？结果是蚂蚁啊，我也是敌输。蚂蚁的，是蚂蚁啊，蚂蚁，你为什么要叛变蚂蚁？我玩下去就变狼了、欸，我想说，哎、欸，好好玩哦，我挖一下看看就变狼了。挖一下看看。我想说，你可以再想一下、啊。我只是觉得好像好玩，就去挖了。哇，这掘墓者很可怕呢、欸。乱掘啊，好可怕啊！哇，你可能挖下去变 M 哎、欸。真的、啊、有可能。那我觉得这样子不错啊，就是我们现在职业是比人多的。哇，这样也好、啊，对，这样可以骗职业了，慢慢猜职业，职业。那抖 S 不要好啦，好啊，好啊，不然抖 S 选到其实也没啥用，对，就只是可以抖 S 就是，对，你说你是抖 S， 然后结果这场没有抖 M 不就尴尬，尴尬，好难过，对，原地直接尴尬。所以现在有抖 M 吗？有，米菲现在这样，抖 M 他是主职业了，所以你如果是抖 M， 你就是一个独立的阵营 ，OK。那我要干嘛？你就是一样啊，想要让大家票你。对，对，那你也可以票人，因为他就是也有票人键。所以他没有技能哦，没有技能，完全没有，没有。所以你晚上被刀了就没了，对。所以你只是要想办法白天可疑，然后让大家票你。哈哈，方法让我躲那么远了吧？那我们的好所有的职业是比那个。我们人是比哎职、欸、业比人多，所以有可能有没有？缺对，有可能人鱼缺或是忍者缺之类的，会有缺、哦嗯，就让大家去可以去猜想一下，好吧？那就来了，让大家猜一下，变难了。三二一，走起来！好像也不一定要那个独赢哎，他也是好人阵营、欸、全体互换位置啊，不都在这开始地方？太快了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哪有人帮我掉狼前臂？你们坏！救到人了！这个有一点夸张哦。米菲是狼，米菲是狼，不要超。米菲是狼，米菲是狼，跑啦！我是狼啊！现在已经大方承认了。你说现在把狼毒了，就觉得掘墓者会叛变，你知道吗？我不能讲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都可以啊。想讲就讲啊，可以抢。小雨想干嘛下去啦你？哇！你自己要来的，我就指着你，你自己要来的。小雨今天真的要加领的啦！我今天是加领哎。你自己要管，你要想一下哎、欸，小雨。哎，不是哎、欸，我真的追不到人哎、欸。太惨了！管是什么、啊？掘墓者，你想清楚，我守着墓哦，谁来我就票谁哦。哦，二零是什么？二零啊？我是票米菲，米菲是狼，米菲是狼，他说了。没有村民啊，二零过来、啊。怎么怎么？不是不是不是，等下。怪你是什么？你是村民吗？我掘墓者啊！他不是，我觉得二零可以票，他怪怪的，他不像抖 M 啊！我爸爸离开这里，爸爸离开这里，他是抖 M 哎，真的假的？你离开，你想干嘛？你离开，你是不是想绝？你是不是想绝？哎、欸，我觉得二零是抖 M 啊，我觉得他想转职，他想转职，真的吗？他是抖 M， 但爸爸感觉掘墓者他有点想转职，我在看他。爸爸想整好，完了，巧克力是守墓员。爸爸现在是守墓园丁。对，我守着小雨的墓，不让小雨被人家搬走。盗墓是不是？对，小雨想盗你墓啊！宁宁啊，有缓速缓，好。哇，好缓！吓我一跳。狼人也会被缓啊，对啊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没事没事。林是好人，所以他应该真的是抖 M 的。对啊，我就说我是掘墓者哦。抖 N 啊，抖 N， 臭抖 N！ 哇，你可以识破他，拿出来。那你要抖 N 一下。狼在马路哎。对啊。跟一只猫在玩哎。跟一只猫在玩。好玩好玩。
那迪叔，你接下来要想办法找怨灵呢？好啊。你可以对话，你可以问人。是不是团团？哎、欸，我刚刚都用你命了。哦，啊、是不是你命的？迪叔，小心。蚂蚁什么？很安静哦。我是猎人啊。好，那就是那个啦，发发啦。我是抖 N， 啊，怨灵，方法怨灵，迪叔你可以想一下，真的假的？方法在哪里？方法在哪里？我是怨灵，我是怨灵，你是怨灵对啊，所以方法不是不是，我不是怨灵，我是鬼，我是鬼，你是鬼啊？你哎呦，不要啦，不要啦，团团团团。